山北路安吉县南端有个神秘远洋的小村叫渔村。15年前，这里的村民靠挖矿致富，但村中烟尘漫天，环境恶劣。15年后，村中早已患上了心眼。矿山遗址向东，龙潭泉水碧绿清净，行两山绿道，青山下漫步翠竹幽静。至清风长廊，望山见水一厢情，拥室里荷塘，目之所及皆美景。日暮黄昏悠行其中，夏花绚烂葵海怒放，彩虹水道飘摇入境。玩累了，你还可以来我们渔村的味道街尝尝农家美食。走入村中特色街区，在百姓认真经营的小店里寻一份小生趣，或索性住进这农家院落，日暮晨起中感受乡野生活。你问一方土地要环境还是要经济，这里的人告诉你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